太平洋的浪花亘古拍打着海岸，仿佛蕾丝裙摆终年围绕着海岸上横卧的神秘码头。台东县东河乡的都兰山，因为常被云雾环绕，素有美人山之称。这座海岸山脉南端的最高峰，也因为丰沛的水汽和来自太平洋的海风日照，孕育出茂密繁盛的森林、缤纷多样的植物生态以及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。不但如此，这座山还是阿美族和卑南族原住民的圣山，无数族人曾经在这里驻足叹息、低吟浅唱。如今借由一条步道，我们可以轻轻松松地攀登圣山，在将近4公里的过程中亲至都兰山人文和自然的享宴，或者走入飘渺云雾中窥看美。沿省道行驶，具有热带风情的太平洋风光就在道路旁展开。为了探访阿美族和卑南族的圣山都兰山，我们抵达位于都兰的阿美族部落，请部落耆老。我们要准备一个复灵祭，我们复灵祭在7月份嘛，7月15号我们是固定的，每年就这样子，但是。我们去的时候是6月份到那边去，哎，去拜祖先呐、啊，拜这个山神呐、啊，就这样，我们一定要去。都兰，阿美族语叫做阿都兰，原意是石头堆积之处。早年族人辟地耕种，将石头堆砌一旁，因此得名。除了沙金。早年都兰山盛产蓝宝石，如今则开辟出一条步道，让都兰山优美的环境、辽阔的视野像宝石一样亮眼璀璨。我们是从台十一线，然后往铁境界，那个产业道路4.3公里到这个瞭望台。那这个瞭望台的海拔是600公尺，那后面呢就是我们都兰山的步道。那走3792公尺才到山脚点，登山口的位置哈，就是这个瞭望台。那瞭望台呢是产业道路到这个瞭望台是以前这个是县政府的原野地。那我们的林班地是从瞭望台成功事业区90班，然后到都兰山成功事业区第80班这样。我们可以看到哈，台东哈沿海海岸的风景，天气好的话可以看到那个蓝屿绿岛。都兰山的海拔山脚点就是1190公尺，那这一边呢也是属于卑南族跟阿美族的圣山。那徐大哥，像这个步道沿途还是都有修筑一些设施和一些栈道的铺设。对，这个像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木板步道哈？因为这个地方哈，土质哈，它是属于那个粘土性的，啊，如果说走下坡的话，很容易滑倒，所以说我们做一些步道哈，保护他们登山客的安全。现在是这一个木板步道，因为哈这个地方是刚好一个山沟，啊，人走过去要危险，所以说我们做一个木板步道，还有做主滑梯，防止那个游客说哈走的时候去滑倒，因为木板哈。过一段时间以后，它有生青苔，会容易滑倒，所以说我们要做主滑坡的那个设施。因为这个地方的麻黄很多，游客行走的话哈，它都吸游客的血，所以我们把步道哈的那个树枝哈都砍宽一点，啊，人游客都走的时候哈，这个事情就很少再发生了，就避震少很多，避震嘿，对对对，走起来比较安心。对，步道总长将近4公里，细心规划的路面宽敞易行。既是原住民的圣山，行走期间多加留意，就会发现和原住民相关的人文与自然景观。这个是台湾族最常用的那个假山浆，那假山浆是包他们的那个糯米饭阿麦哈，包在那个糯米饭外面，然后外面还会再包一层月桃，味道也蛮好的。
林大哥，那像阿美族这个甲酸姜怎么讲？你们经常使用它吗？法迪拉，我们讲这个法迪拉，法迪拉，哎，法迪拉，这个东西真的很好，很管用，可以包这个糯米饭。啊，糯米饭里面可以包一些配料，先包这个东西，然后外面再包那个叶子。罐子这个来包起来煮下去，这个容易破，因为煮下去那个糯米会胀起来，这个是破掉。所以说这个外面还要包一些东西，就这样以后熟了就拿来吃。那你们平常就会吃还是丰年祭才会用？这个你平常都可以用，因为高兴去弄的话就进来去采，进来采了就去做。台湾族没有在平常？台湾族我们也是经常食用啊，无论是结婚的时候，还有丰年祭啊，只要是重大庆典，我们都会拿出来给大家用，因为这个东西是很好吃，然后也是给客人，就是赞不绝口的。然后我们主要是它里面是会包肉，然后会拌一些花生粉。这样子用一用，然后包起来，外面再用，几乎每个跟阿美族那种一样，只不过说我们里面的配料是用肉，或者是用小米，或者是有一种叫，也可以放一些配料叫 Ulis， 是另外一种植物，然后给它煮，然后就我们原住民话，台湾族叫奇纳布，然后里面可以放鱼、放肉、放虾，什么配料都可以，然后变成我们那个阿拜勒，就是我们台湾族的话。前往都兰山步道健行之旅，可行驶省道台十一线公路，至台东县东河乡的都兰，续行经水往上流、新兰、北郡界，并于北郡界和郡界之间右转进入原野产业道路，之后大约在4.3公里处衔接攀登都兰山步道。熟悉在我们那个园艺的那个店里面都可以看得到，那你常常送花怎么什么也都会送到，那为什么特别讲这个？因为我们知道在园艺店里面很多的这个植物啊，很多都不是台湾原生的，那台湾原生在园艺界有贡献的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那这个是台湾原生，在垦丁那个地区也很多，那台东这个地区低海拔也常常看得到，它是一种藤本的东西，有时候也会跟着大树一起上去。那在我们的园艺店里面，它也会直立起来，然后因为叶子圆圆亮亮的，很漂亮，所以我想大家都常常买得到哈。那另外我们还有看得到，我后面这棵树皮光滑的，我们常常在介绍这个植物的时候说，不用看树叶就知道它是什么，那树皮很光滑。是这个九琼，九琼啊哈，那这个九琼哦，为什么要特别介绍它？因为在野外的时候，有时候比如说你遇到状况没有办法赶到营地的时候，或者是遇到状况的时候，你要生火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树种。你光是这样子生柴哦，这样砍下来，它烧火就不会生烟啊。另外，这个九琼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是很好的水土保持的树种啊。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桥哦。那它会有一些支架，或者是我们在做那个山坡地的这个水土保持工作的时候，它常常会用到这个树种。它有个好处就是，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它倒着插都活。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桥哦，那有一些小支架，它会捡拾这边的枯枝来做。那它刚好捡到那个九琼，你看它就长出叶子来了。它插下去，它又长起来，就是说对那个水土保持是非常好的。当然，有一些诗写的是立叶植叶的。它的特征呢，就是有根部哈，它根部很大，然后根部是储存水分跟养分，它的花呢是一点黄绿色，那唇瓣呢里面有一点红棕色，那这一边兰花的种类很多，它里面的植物生态很丰富，这个是金蚕兰，也是金唇兰，
它的特色哈，就是它球茎哈是紫色的，那叶子只有一叶，它是台湾只有一种，它的花很漂亮。金蝉兰的花主要是黄绿色，带有棕紫色，并非开花时节的金蝉兰看起来并不显眼，但学界研究它很有可能是台湾的新种或者变种兰花。走在步道上缓步爬升，您也可以感受到都兰山的植物和林相因为高度的变化而改变。上到这边，对，这边已经到领线了哈，应该是属于成功事业区90班，哦，那海拔大概有900到1000左右了。那待会上杜兰山的路线都是走林线吗？对对，走林线比较频繁，但还有一小路段会比较陡一点的。我们现在站在台安山脉上面哈，那右边是太平洋。那左边就是花东纵谷，我们站在跟中央山脉不同的地址上，那边是欧亚大陆板块，我们这边是这个菲律宾海洋板块。这边虽然海拔不是很高，但是我们这边也算是一个盛行的云雾带。照说这个时间中午过后哈，这边海洋水汽上来，这边云雾就上来了。那我们在台东看啊，这个都兰山就是环在一圈的白云上面。那有的台东人会说啊，这个都兰山是一个美人山，它没有云雾。环绕的非常漂亮。那我们提到这个盛行云雾带哈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树干上面有很多的绿色的藤本也好啦，蕨类也好啦，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的蔓藤。如果要拍泰山可以来这里拍。那泰山不是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拍，像你去欧洲的森林，那个泰山一定活不下去，因为它没有树藤可以挡。那为什么那边没有树藤可以挡？因为它湿气没有那么高。那我们这边因为湿气很重，所以树干上会有很多的植物啊，那虽然在岭线上面，可是因为有这个云雾的关系，所以这边的林相跟我们刚刚下面走又稍微有一点不同。由于受到东侧太平洋的海水湿气影响，都兰山在海拔700公尺左右开始有一道盛行云雾带。这道云雾带不但影响了植物相，也造就了都兰山经常被云雾环绕的神秘气氛。卑南族跟阿美族哈，两族的人民来到这里哈，那就是互相不能侵犯，那来到这里就往后，阿美族在这个圣山后面，那卑南族呢，他就是普悠玛这一边他们的领域这样。普悠玛是什么意思？原住民啊，有什么庆典节日哈，来这里祭拜祖先的一个祭台哈，一个精神标注了。普悠玛过来呢，是卑南族哈他们的领域，阿美族他不敢侵犯，那以前好像就是他们传统领域的界限。好像像你们阿美族也有来这边祭祀吗？因为我们这个普悠玛跟那个我们阿美族是传统不同的，因为。这个界限是这个林线是界限，因为它这个是普悠玛是在这边，另外一个村落，我们阿美族是另外一个村落，所以到这个地方是互相见面的地方，因为界限是有界限，不能超过对方的那个地点的，所以阿美族跟那个普悠玛都到这里就各分开。那你们是在哪一个方向？我们是这边东边东海岸，靠海的这边。对。那卑南族呢？卑南族是靠这边，也是靠海，但是有一点靠山。是花东纵谷这边吗？对，也是花东的。那黄大哥有常看到原住民来这里祭拜吗？有，他们有得到那个最高荣誉的话，他们都会来这里告诉他们的子民说他们有这个荣誉。那个以前有少棒80级的少棒队棒球队打赢世界冠军，他们都要来这边祭拜。那像你们本身巡山到这里的话，会不会有一些也是祭拜啊或怎么样的？有时候会，有也会来槟榔啊香烟啊，我们一束一束拜一下。本来这条路是他们的狩猎道路，因为很多人在走，所以说我们来把这条路重新再整修过，让登山客比较好走。那我们每次来的时候，因为都有雇原住民来帮我们砍草，然后带路，一般都带一些礼品，然后带一些东西，然后也是依照他们原住民的传统，也是都有来跟他们祭拜一下，啊，保佑我们说我们工作顺利，也是要尊重他们，要尊重他们的祖先。
幽马是卑南语中对人的尊称，也有团结的意思，另外还可以是卑南族的代称。行经此地，人们都应该带着崇敬之心，毕竟在这块巨石之前，有无数普悠玛述说过族人的光荣与爱戚。位于台东县东河乡的杜兰山，距离台东市区不远，无论是东河乡本地的民宿或者市区的饭店旅社都可以住宿。进入步道，路径明显，标示详尽，请依标示行进。脱离步道行动，不但影响生态及水土保持，也会危及个人的安全。过山刀，你看它的那个就是背部有没有？背部像一座山一样尖尖的，所以说一般都叫做过山刀。这种蛇是没有毒的蛇了，但是一般这种蛇看到人的话哦，它跑很快。这条蛇哦算是不大也不小了，哎，也不会说是很大的蛇啊。如果说一般大一点的话，跟大人的手臂一样粗啊。像这种蛇的话，算是小蛇的一种啊。那像你们在巡山会不会常常遇到像这样的蛇类？像我们出来，一般我们出来测量的时候，也是时常会遇到。但是这种蛇哦，看到人的话，他就马上走了，很少说哦，像我们像这样这种近距离看的很少了。过山刀的拉丁学名里有非常快速的意思，说明这是一种行动迅速的蛇。不过这条过山刀却是缓慢优雅的滑离我们的视线。行走步道，小心防备蛇类和虎头蜂的攻击，注意标示，避免独自行动，都是确保安全的重要准则。另外，来到杜兰山就得注意这里多云雾雨水的气候。加油加油加油，三角点到了，这边就是杜兰山的三角点，海拔1190公尺，这边都有写哈。1190哈。对，1190。那很可惜啊，看不出去啊。那这边的天气哈，就是云雾带，下午的话都是会下雨，所以哈，假如说要来爬杜兰山，下午的话一定要带雨具，那登山杖也要拿哈。下雨的话，地很湿很滑，要注意安全。一般我们来每次来看步道哈，差不多三点，差不多三点过后哈，他们雨就下来了，哦，啊雨一下的话哈，那个雨差不多三点半了，我们就开始都下来了。每次都下雨了，所以说哈，来晚的登山客哈，第一个雨具要带手杖，因为哈每次下雨哈都比较危险一点。好，那像下山的话路也是比较滑。对，因为下山路的话一般都是比较滑一点，所以说真的要来登山的客真的要小心一点了。标高1190公尺的杜兰山是海岸山脉南端最高峰，虽然午后遇雨视野不佳，但是走过将近4公里的步程，看见多样繁茂的植物，也瞻仰了阿美族和卑南族的圣地，攀登杜兰山还是会很有成就感。这场雨为美人山罩下了一层面纱，我们身在山中，仿佛已经亲至了美人的容颜。云雾飘渺，美人始终在那里，等着你来揭开她神秘的面纱。